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空瓶好物，就是我手上的这一个百雀羚多维抚纹双管精华。像百雀羚呢，是我们非常强大的国货品牌，他们是将天然草本和科技成分结合，在初抗老和抗老的领域呢不断的钻研。想要尝试功效型产品又怕过敏的，可以留意一下。像我经常呢熬夜，长时间带妆，很容易导致皮肤暗沉没有弹性。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皮肤状态还是挺水润紧致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我最近呢就是每天早晚都用这个多维精华，我特意呢去做过功课。像这边这个琥珀管呢，主要是维稳修护肌肤，它里面是百雀羚独家专研配比成分，就是伊克多因和灵芝提取物。另一边这个白玉管呢，主要是抗皱紧致肌肤的，里面是有加胶原紧致肽，这个是很厉害的，是国际知名博士呢和百雀羚一起研发的一个成分，就是专门针对肌肤细纹和松垮的问题。除了这些呢，还有很多功效性成分，像是有促进修护维稳的呀，还有改善暗黄的，还有紧致平滑肌肤等。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，它是琥珀管和白玉管挤出来，就像一个溏心蛋一样的质地，看得到吗？对，然后平时我就是挤一到两泵在掌心，然后这样混合涂在脸上，再用双手的余温轻轻按压在脸部几分钟，上脸呢我就感觉吸收很快，也不会有很黏腻的感觉，然后皮肤就是润润的，后续上妆呢也很服帖。像我想修护维稳呢，又想紧致抗皱呢，但又怕多个产品叠加在脸上呢会让皮肤更有负担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试试这个多维精华，它是双管多效，一瓶呢就可以搞定多个肌肤的问题，它还可以作为其他护肤品的一个打底精华，真的很适合懒人，不用繁琐的护肤，就像我这样的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呢，想要维稳修护肌肤，同时又想要紧致抗皱，那就去试试这一款产品吧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